是不是觉得有一些在家用主机上的大作，在手机上推出游戏以后，都只是套上名字的缩水版呢？现在你在手机上就可以玩到画面跟 TV Game 同等级的 Final Fantasy 游戏哦，好期待哦，一起来看看吧。日系 RPG 大作 Final Fantasy 系列的发行商 Square Enix 宣布由系列作团队开发的手机游戏 Mobius Final Fantasy 在今年夏天即将在台湾推出繁体中文版，并展开事前登录活动送好礼啦。本作由系列最红的七代十三代制作人北濑加范先生负责开发，号称把家用主机上壮大的场景、深奥的故事情节、经典的最终幻想世界原汁原味带进手机中。目前 Mobius Final Fantasy 也正在举办事前登录活动，只要参与就可以在游戏上市时获得凤凰尾巴、魔水、水晶等稀有道具，只要达到人数门槛还能得到 Final Fantasy 十代女主角优娜的卡片哦，赶快点击网址参加吧。 Final Fantasy